他们先走了。他来这边加强的啦，加强讯号的啦。人多的话，哦，是基地台，临时的基地台啊，因为人多，每个人都要上网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车子。对啊，他这个有再重新油漆过啊。我们上次来的话，100块呀，厕所在里面呢。不要这样，你要人家要上厕所，不停样的话就也能到100块，对啊，也就是100。一个被屌了。人家那个打路远，路远就可以了。路远就好了，而且我们上次路远就好了哈。来，那边有路远几张？大人五张，小朋友好像小朋友不用钱，不用钱。帮你，我来包包。在我这边，这边请。